接着看明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谷的满洲最低温21度，最高温31度。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都有31度，七成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人马家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31度，5到9成降雨机会。高雄的桃园纳马夏茂林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30度，9成降雨机会。嘉义的阿里山地区气温落在12到29度之间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高温27到29度，3成以上的降雨机会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气温落在16到28度。苗栗的南庄狮潭泰安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28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15度，最高温27度，5成以上的降雨机会。新北的乌来桃园的复兴区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有25度，9成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原乡大同南澳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8度，都有9成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最低温是24度，最高温有30度。寿陵万荣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9度，8成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最高温是30度，都有6成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最低温是30度，有6到7成的降雨机会。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在卓溪11度，最高温30度，9成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最低温是23度，最高温31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低温在海端17度，最高温30度。鹿野台东石碑南最高温都有30度，有2到4成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30度。兰屿地区全落在25到29度之间。而外岛地区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21度，最高温28度。